情不可永久，是事实并没有真爱。我已经流浪了如此之久，疯子今天发个调皮，什么意思？卡了吗？你是？选择你自己的路。这船长不带骸骨的，等会看我怎么撞死他的。哎哎哎！我操！哎呦，刚吃饱，尼玛，这两个刀漏了就离谱，吃太饱了。好痛他的火刀，我操他的火刀啊。谢谢小玉的十个许愿灯啊，感谢小玉的十个许愿灯，谢谢谢谢。不要闪，打了个闪现够了，等会下一波再杀。这波要闪现杀他也可以，但是会被一换一，一换一他踢出来我亏。下一波做掉。我的双手沾满了罪孽。他现在没阻止了，可以冲了，升个四级。我操！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哎呦，哎呦，绕起来了！哎呦，我操！坏了，这逼会绕住哈、啊！这船长是他妈秦王，他这手绕住没辙。我闪现 NA 的话，必是一换一的。他们已经跨过那条线了。下一步再杀他吧，他回家了。来，后车之师，直接冲！哎，我点他橘子了，等一下，哎，一换一吧，还行，他亏线了，这波只能一换一了，他崩了呀，他才补十四刀。OK， 铁丝鞭，他这种不带骸骨的，闪现也还没好的船长，六级就是一套秒。选择你自己的路。拉一下这个线，不要轻断，再那个让他过来，把线控制，他没闪，很容易死。我就掉点血量，我还真不觉得你能打死我。没事，我马上就急了。哦，这么厉害！完了，一没好，我敲，我一差一秒，我操，这个船长
有点凶啊。那再来两把长剑嘛。喂，这都被我换，被他换掉了。舍不得闪，还真舍不得闪。这船上挺会玩的，其实。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这波对面开印可能要来了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Shut down！ 还敢出来啊？哎呦，没办法。伤害有点高的，这开眼去除短笔。这人收麻了。吃了一波炮射线，这开眼。还有单吃先锋，开营第一波干咳直接收麻。我已经流浪了如此之久。交闪秀一波，怎么交闪秀一波？上一波，上一波交闪怎么秀？我上波要是交闪，这波还能单杀船长不？怎样的战将在等待着我？这吸血鬼被龙王压了这么多刀啊！龙王现在好像超模啊，对线厉害，打团也厉害。刚说完他妈就被单杀了，我操，什么情况？还是被月塔单杀。
这波小松一下，这边凯隐确实很大概率要来抓我的这波。怎么还有问主 W 的？主 W 去玩石头人吧，日轮主 W 有什么意义？打武器主 W， 打武器主 W 也还可以，可能可以，但是没什么意义啊。绿人主 W 真的，反正怎么组什么都不能组 Q。打武器主 W 可能会有点用。哎呦，现在镜头哥的魔法书啊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镜头哥。现在镜头哥两本超大魔法书，谢谢，大气了。月了。说实话，这船长有点漏啊！这人头我竟然没拿到，一套伤害拉满了，没灌死他。镜头哥好久没见了，一看到钻一哥哥，受宠若惊。我这波不太好打他这条命的。好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这波他有布加海，我没大招，感觉有点打不死。感觉你最近没怎么布啊？没还好，就那个二月份休息了七天，休息了一周，镜头哥。这波可以上他呢，我大招好了，那这波再出来吃线我就要撞死他了。不来吃线了什么意思？我擦，他是不会去吃自家石头人了吧？我家出黑切了，卖个绿豆汤黑切喽。月剑知其主，我的双手沾满了自由。来，去帮个忙。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啊，这就倒下了。喂，血鬼，谁把塔拆了吧。船长本龙王复活 TP 上路了，妈的，来封我塔前，我敲。逆天，你这盯那儿，
没人在我这边跟你烧啊，这开印想进化想疯了，十六分钟还没进化。吸吸血吧。这把感觉副甲鞋跟水晶鞋都不咋地，一般。来杀这个。那我去上路吧，龙王去吃中线吧。船长没大了，这波先军去直接把月了。哎，完了！哎，我操，失大物了！我在干嘛？完了，好恶心！哎呦，这你妈卡了卡了，老瑞卡了，出参与小杀一下，不出那个九头蛇了。不出那个什么死亡之舞了，直接出贪欲虐菜了。哎呦，这波着实是恶心到自己了。这波刚吃完第一把，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吃太饱喽。这波先下来打小龙，他知道我在了。我的斗志还没有失去。哎，这船长日子过得不错呀。这波对面凯隐可能会放弃小龙，然后来抓我。这波先不装杯了。我已经流浪如此之久，两个人感觉要被凯隐杀掉啊，那就去帮个忙啊，帮忙帮忙。好漏呀，这乌鸦！我的双手沾满了。这么大的良善，
121技能指数，55的实力。我操！跑得掉吗？把他杀了大龙了，哦呦，你真不能跑老弟，这给你跑了我怎么玩，给他回血吧，哎，卡了卡了，哈哈，没事你先打，炸什么呀，啊，我已经觉醒了，选择你自己的路，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I destroyed her。哎，这小兵暴露我位置的，这小兵有大王 buff， 我操！血鬼知道我在。哎，浅杀一把，刚吃完饭第一把，小爽，哈哈，还行，这把游戏体验可以，37分。看一下我这把奥斯全场的伤害，等一下，还没下载出来，我这把伤害绝对是奥斯全场，还行，还好吧，没有我想象中的多，我以为会更多的，我操。